NBA 活塞新秀坎尼安成为队史上首位单场拿下25分、3颗3分球、5篮板与5助攻。NBA 湖人一哥戴维斯回忆被判驱逐出场，只因不满裁判没等他绑好鞋带。日本职棒火腿宣布不会续约外野手西川遥辉与大田泰世以及投手秋吉亮。现年39岁的南韩强打邱信守决定与 SSG 登陆者签下1年211万美元合约，不返回大联盟。法官要求科比遗孀出示心理健康记录，以证明坠机现场照片引发情绪困扰。东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获得可靠的优惠。